另外，这个真的有够旺的，苗栗呢这间投注站财气旺到不行，开张以来已经中了7次头彩了，包括从大乐透啦、乐透彩啦，到精彩539，累计头彩金额高达9亿元。现在老板娘笑说，店面风水好，不过老顾客呢加上暴增的新客源，让他现在每天哦，光是印彩券就印到手软。又中了，这家投注站开张以来已经中了7次头奖，财运当头的彩券行生意好的强强棍。这三角店面一看出去就是很开场哈，然后再加上那个五谷庙有做高起来以后哈，所以我们整个地理位置啊、气场这些都非常的好。为什么会来这？我想来这里买，习惯啊，会中就会来啊。但你们知道吗？根据统计，最幸运的彩券行是台北全银商行，中了9次高居第一。新多多和出头天彩券行原本占据2-3名，没想到苗栗新换投注站却异军突起，挤进了前3名。不止中过大乐透、乐透彩，还有精彩539，累计的彩金高达9亿1543万。假如说我今天有6个号码，幸运号码我就涂上去，然后第二组我就够快写，然后第三组哈，我又自己的号码涂6个进去，然后第四组。我又快写，就这样，老板娘印彩券的手整天没停过，还得找人来换班。虽然头彩对她来讲全是过路财神，但看见中奖的民众乐不可支，老板娘也是笑开怀，同样兴奋。中天新闻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。